那您这个有没有在准备在跟国内的导演合作电影呢？有机会啊，有当机会然，是。对，我一直都很喜欢有一个新的经验。在台湾的导演，好像啊，李安啊，这是。个侯小倩啊，都是特侯别好小的导倩演。的，侯孝贤，侯孝贤，金劳勋啊，朱延平啊，都不错。是，这你的亲戚啊？没有。拍电影是很复杂的桩事情，你准备不好，就很难去把它这个拍我好。了解，因为我拍过5部的国片，在去年一年的，拍谁？你拍了？哦，那恭喜你，恭喜就是国耻嘛，这种拍谁？我你站拍不的住是小贱人吗？我拍谁？对对对。